揍他们，揍他们，把他们都给干死。还有谁？还有谁能打架？还有他，攻击我的目标，揍他们，揍他们，把他们全干死，揍他，揍他，揍揍他，饭吃早茶全干死啊！我的妈，打死他们！哎，这水晶吗？这不是水晶给我。好了，欢迎大家收看，欢迎大家来的游戏流程解说方舟啊！咱们现在玩的叫什么呢？叫进化篇。我们现在干嘛呢？这个我们新得的这个绒喉龙啊，1000多级，正好给它成长成长。咱们去一趟那哪儿吧？去一趟先我看看啊，先去紫色森林，咱们打一架，然后呢给它升级，然后咱们到那个熔岩洞。过来了是吧？咱们现在呀，弄这个温室大棚呢，需要大量的水晶。它直接去的话有点费劲啊，它还没这个成长呢。OK， 拆吧。你看，伤害还差点劲呢，升级了，加点攻击力吧。OK， 打我打的挺过瘾呗，涨到2500了，攻击力升级了，继续给它升啊。OK， 我看这回多少了？哇，打它好费劲呢，烧不着它吗？哇，杀的太费劲了。没有足够的金属，我身上没有吗？我身上也没有。哎呦我的妈！我打他干嘛呀？哎呦我去！我摇个人过来吧，太烦了他。霸王龙在哪儿 ？OK， 攻击我的目标，弄死他！费劲，干死了吗？没有吧？霸王龙打他是1700啊，霸王龙的攻击力高，死了。行，那个什么，那你先回去吧，你先回去。这样啊，然后呢？我把它弄回去 ，OK， 主要得让它打架是吧？杀一圈啊，把它们都给屠了。螳螂嘎了，弄了点有机聚合物。螳螂是掉有机聚合物的啊，这个蓄不了力吗？无法蓄力。绒喉龙升级了，2800，我的妈！哎我的妈，这撇屎呢！哎我的个天，给它升级啊，加了12级，挺多。加 ，OK， 你是不是找死啊你？4000多了啊 ，OK， 那边出来个影钟，绒喉龙的。这个攻击方式啊，我还是没太会啊。C 键，我的妈，4500升级了。绒喉龙是可以拆石头的啊，我现在需要水晶，我得去一趟熔岩洞。我的妈，烧不着它吗？4000多，升级了啊，继续给它升。它是瞄完是放吗 ？OK， 这烧的也不烈。打木头也可以啊，能烧着它吗？烧不着啊。啊，那边有影钟啊，它得蓄力是吧？蓄力给它蓄满了，然后走。然后放烧不着呢吗？他们怎么不打我呢？啊，对呀、啊，你应该打。哎呦我去！放技能啊！我去，这多少级啊？死了！幸亏是绒喉龙啊，别的龙的话是保护不了的。你多少级、啊？我去1200级，打死他！他只要他不放电啊，就没事啊。把他干死能升不少级，1200级白瞎了。我的目的不是他，主要是啊，没有别的技能了吗？死了吗？隐身了这个货好像死了吗？我看涨了4级，才涨这么点儿。这个是灼热火坑，我看看100%以后啥样。这也烧不着啊，主要是5000多。我看看啊。小伙伴说得有那个烧那个什么的金属才能正儿八经的发挥它的这个技能啊。OK， 小伙伴是这个意思是吧？开始熔炼是这意思吧？升级了，这个是吗？哦，这个才是它的技能，一直烧呢，不够金属锭，我烧死了直接，差一下。不过这个灼烧没有那个平 A 快啊，感觉瞄着它啊，喷它没喷着，480级的王八，差不多了吧？咱们去那边吧。没升级啊。这个能避不？不行，我得下来避，这就有点麻烦了。怎么避不了啊？行，避不了拉倒吧。那个，咱们那什么吧啊，咱们去搞一点那个什么去啊，搞点水晶去。我现在需要扣那个大棚，需要大量的水晶，等出来。哎呦我去，我先把霸王龙给整出来啊，我先退一步过来了。哇，我这船哪来了？这是我好多呀，我看一下啊，霸王龙你在哪里？攻击我的目标，揍他们，行。然后呢，我再把，我看看啊，镰刀龙，霸王龙哪去了？搁这儿呢。揍他们，把他们都给干死。还有谁能打架？还有他，攻击我的目标，揍他们，把他们全干死，揍他，饭吃早茶全干死啊！我的妈，打死他们！哎，这水晶吗？这不是水晶给我，水晶得多少啊？快速再生，他混血呢，看着没？ OK， 我热了，谁干啥呢？没事吗？他们，我看他呢，披毛戏有点费劲呢。披毛戏，要不你回去啊？霸王龙上哪儿去了？去上那儿去。披毛戏，我得给他整回去啊。披毛戏，你打架不烈吗？霸王龙哪去了？去呀你！
让他一个人打，帮龙没看着。我看一下，加一下攻击力。我看看啊，帮龙下去，揍他，还有他，还有他。帮龙呢？这，揍他，我也下去吧。Hello， 我去，480级，我1000多级，我怕你啊？皮毛蜥行不行啊？揍他，过来了，正好给他升升级啊。皮毛蜥哪去了？皮毛蜥有点费劲，我最好是把他给整走。揍他们，干死，全干死，去打死。龙火龙升级了，把他干死，快去，去不了你怎么下来了你？对，就你多少级啊？来，你过来了，打他。对，我看皮毛蜥的血量剩2/3，还有呢，干他呀，打他呀，还行啥呢？揍他，别叫了。弄死他！这个披毛蜥呀、是这样啊，那个谁，这个冷皮龟啊，它是能自己回血的，它不行，披毛蜥啊，还在掉血呢。不过也没有大碍啊，去上那儿去，别挨烧了，去吧，都去那儿。160级的龙喉龙的蛋是咋想的？不知道你干啥呢？上去，应该给他们整回去是吧？升级了，给他升攻击力吧。我涨了22级，他自己可以独挡一面了啊。OK， 上啊，皮毛蜥，还想啥呢？快去，我把皮毛蜥整回去吧。我喝口血，我喝口水啊，然后干起来了。哎呦我的妈，你干啥去了？9000的攻击力，谁呀这么厉害呀？2000多，应该是那什么吧，岩石巨人吧？揍他，死了，岩石巨人，你回血没？哇，他血量掉这么多啊！那就霸王龙先收起来啊，霸王龙收起来，然后小乌龟收起来，小乌龟你在哪儿呢？他叫冷皮龟啊，棱角的棱，冷皮龟。OK， 把我裤子给烧坏了，让我骑一下呗，这还有水晶啊，咱们拿一下啊。此行的目的就这个啊，吃饭，打药，水晶这么点儿吗？我需要大量的水晶哎，跑吧，攻击力加上啊。OK， 水晶1000多个，可以了。那边还有点啥？还有水晶啊。OK， 有点金属其实我不怎么缺，9000多攻击力，升吧。蝎子700多级，蝎子应该是够了啊。咱们应该回去了，9000多，继续加啊。那个什么其实也够了，水晶再稍微挖点回家吧。哎呦我的妈，你这拐弯有点费劲呢、啊。哇，它负重好高啊，小伙伴们。你看它负重都没咋地儿都，整了好几千个那个水晶啊，啥金属啥的。这还有点水晶挖一下。还有油你怎么？哪来的油啊？打，拿这个水晶呢得做那个水晶板的耕地啊什么的啊，我要扣一个大棚，种那个黑果子，还有那个蔬菜什么的，差不多够了吧？差不多了啊，金属再来点。我去，我这角度怎么？你咋了？对，扣一下。差不多了啊，那咱哎前面还有点水晶，拿吧。OK， 好多呀，恐龙啊，咱们这个控制的时候啊，其实咱们是没整明白，是吧？哦，它转向是靠的是鼠标的指针呢，没了吗？我看看是不是啊？是，哦，是这个意思哦。我说的嘛，不应该这么不灵活呀。咱再溜达一圈啊，周围还有啥没？没有，咱就回去吧。我的妈呀，这有点水晶哦，它是这么拐的，多来点啊。我看看啊，我得怎么拐呀、啊？哦，这样呗。行，好吧，小伙伴们，每天下午5点，晚上8点啊，回人在直播间等你啊，每天都在直播。每天都在直播，你要能听懂是哪里，你就能找到我了啊！那边又出来个龙喉龙啊，赶快来找我吧啊！